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闯王柴油蒸汽清洗剂，这是最新版的，整个壳子全是不锈钢做的，蒸汽管10米长。这款机子跟国外同行相比的话，它的特点在于它没有外接电源，啊，都已经内置了，水箱是60升的，里边有一组电瓶，一个小逆变器。那么它的油耗每小时实际油耗是3个油，但是它的压力可以达到20甚至30，啊，那么同样国外的产品的话，它的油耗嘛，差不多啊，甚至4个油还要多一点，压力只有10公斤。这下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压力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喷枪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喷枪的孔径是很大的，啊，这个喷枪的孔呢是2.0的，拿一个一般的喷枪。那么喷枪的喷眼越大，气量越大，但是压力呢它会越小。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大眼的喷头，就是2.0的，啊，我们看2.0喷枪下它的压力有多少。好，我们刚才那个视频是带压力开关的，我们看一下不带压力开关的，就是压力不加控制的这种。哎，打开，我们先看一下电瓶的位置。哎，那是电瓶，顶上逆变器啊，下面是电瓶 ，OK。嗯。好，我们冷机启动打开。这是大眼的喷头。好，产气非常快。你先看，这是加水的，这边是加油的。